迪，叔叔，你来了。啊，叔叔今天没什么事儿，就过来看看你。哎，小婷子在干啥呀？啊，我把这些脏货拿出来晒一下，今天太阳好大。啊，叔叔，我给你带了点水果。啊，叔叔不是让你别买了吗？都是这些水果，没什么的，我们先进去吧，太热了，这外面。啊，真的是有点热。女孩子嘛，多吃点水果对身体好嘛。叔叔你坐。啊，你坐你坐，叔叔给你放桌子上。好。来，小婷尝一下这个。这都是切好的呀。对啊，这样吃着更方便一点。来，叉子给你尝一下，甜不甜？好。嗯，好甜。是吧，很甜吧？嗯。多吃点啊。好。来，再尝一下这个。这个也是切好的，对呀、啊。这买的话应该挺贵的吧？不贵的，叔叔早上没事就自己去买了，切好了给你拿过来了。叔叔你好用心啊！哇，还有烤肠。对啊，这里还有烤肠呢，叔叔给你拿一个。我最喜欢吃烤肠了，好香啊！那这些都归你了。嗯。叔叔也不知道你能不能吃辣，就没给你放辣椒。来，你想加的话，叔叔给你加点。不用，叔叔，我就这么吃。啊，行吧。嗯。慢点吃啊，吃完叔叔这里还有奶茶。叔叔，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呀？嗯，因为叔叔觉得奶茶和水果都很甜，叔叔想让你的生活更甜一点。穿过狂野的风。慢些走，我用沉默告诉你，我醉了酒，乌兰巴托的夜那么静，那么静，连风都听不到，听不到，飘向天。天的云，你慢些走。我用奔跑告诉你，我不回头。叔叔你先吃着，我去把东西拿。叔叔帮你。嗯，好。叔叔你帮我提这两个吧。这两个啊。嗯，来吃下。放桌子上就好了。这里啊。啊。我把它放起来。叔叔好了，我要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里啊？你跟我走就知道了。我把西瓜拿上。还带西瓜去干啥呀？那你就知道了。那叔叔给你提，叔叔提。好，走，小心点。好。原来是这里啊，小婷婷。对啊，叔叔，你把西瓜给我。上次来我就觉得这里好美啊。来，我把西瓜放到这里，这里的水冰冰凉凉的，一会儿吃起来可安逸了。哦，这样的啊。啊。我就说你带西瓜来干嘛？走吧，叔叔，我们去那边坐一会儿。好，小心点啊。你慢点啊。小婷婷。嗯。你看今天的夕阳好美啊。对呀、啊、我也觉得以前爷爷带我来这里干活的时候，我就老喜欢看太阳落山，那个时候爷爷还总说我怎么一到这里就不干活了，老是偷懒。我们的小婷那么勤快，怎么会偷懒呢？你当时一定是在想什么吧？我每次看到那个方向的时候，我就会在想爸爸妈妈他们现在在做什么呢，他们吃得好不好呀，工作辛不辛苦呀，有时候会不会也会想到我们。爸爸妈妈肯定也在想你们啊。哎，对了，小婷。嗯。爸爸妈妈工作就是这个方向吧？那个时候我常常在想，他们会不会突然出现在回家的那条路上。故乡安置不了肉身，他乡容不下灵魂，身上若无千斤担，谁又愿意背井离乡呢？哎，对了，小婷。嗯。你去看一下那个西瓜凉了没有。
喂，小张。叔叔，西瓜来了。啊，这么快啊？啊。哎，小婷，小干嘛呀？叔叔带了这个。啊，叔叔，你带了切西瓜了呀？对啊，叔叔还带了这个呢。哇，叔叔，你还带了勺子呀？我最喜欢用勺子切西瓜了。来，叔叔帮你切开。好的，切开吧。好。叔叔。啊。我吃了好多呀。叔叔也吃了好多啊。嗯。哎，小婷。嗯。叔叔去接个电话，就是你等叔叔一下，待会儿叔叔过来。嗯，好。啊，叔叔先过去了。小张。邵总。辛苦你跑一趟了。不辛苦，这边的风景真的是太美了，我早就想来看看了。是吧？挺美的吧？嗯，这是您要的东西。啊，你先在附近转一下，我有事就先过去了。好。开车回去注意安全啊。好。小婷。叔叔你过来了。对啊，来，小婷这个给你。叔叔你哪里来的叔叔啊？叔叔车上正好有一个，我就给你带过来了，以后你想你爸妈的时候就可以用它给你爸妈打视频了。啊，我不要叔叔。不要叔叔就走你了。哎，别叔叔。